第二章呢是这个。你看看是谁？什么姿势？这什么姿势？就是那个冰机会出现的手势。往那一站，简简单单摆了一个兰花掌。不简单的。那个不简单，那个东西是我体学的。嗯，对，我就是觉得这个瞬间，我觉得真的超美，我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。这张你喜欢吗？我可以送给你。谢谢索老师。哇，必须收藏，好收藏。客气。